Shanghai, 中国的工业的发祥地, 啊, 现在这些它已经是沧桑巨变了。 工业锈带让它变成生活锈带，把那个铁锈的锈变成锈的锈。这城市呢，归根结底啊，是人民的城市，老百姓的幸福乐园。就是公共空间要扩大，公共空间呢，要提质，啊，要让人民群众在这里啊，有获得感，有幸福。